是别人的。所以写字啊，很多人啊，把它写得不好，是因为太执着于那些教科书上的方法，他没有从实际的做中去学哈。以前有个教育理论叫做中学，所有东西都在做里面去学习，不是在理论中学习。那很可惜，现在的书法教育都是很多是理论讲得非常非常的复杂啊，把你搞疯了，然后你一辈子都写不好字。这时候你就说啊，因为我不是没有那个天分，哦，误导了很多想写书法的人。才写的有点重，有点大哈。那因为我的笔法其实看起来是比较干净利落，所以常常会被人家批评说：“哎呀，你的用笔不好，为什么呢？都没有扭来扭去，啊，都没有很多特技，看起来哈，不太会写字，都没有特技。有时候觉得好冤枉，写字跟特技有什么关系？他们认为在扭来扭去，那个才是真的所谓写书法。”好像这个车一下就上去，为什么要那边弄一些乱七八糟的动作？什么蹲来蹲去，我也搞不清楚。反正那个我不太会啊。我觉得写字尽量干净利落。哦，你要记得，古代人写字，它是一种生活，他每天都在写字哈。但是我们现代人把书法当成一种特技，哦，有时候觉得说哦，就是要表演给人家看的。那既然表演给人家看，当然动作要多啊，哦，要夸张。这样大家才觉得，好厉害哦，真是夸张。原来是这样写的，就把那个日常啊，写字的日常啊，变成一种特技的表演。这样怎么写字啊？这字永远都变特技，既然变成特技，就不能走入生活了。信，像这个也是，顶一下再出去，它也许真的有逆风，但是不是你在那画老半天的逆风，它是。按下去顶一下所造成的结果，停顿哦，停顿所造成的这骨节，哦，它不是画的。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写字变成一种生活的日常，它是一种很纯粹，没有什么，应该说以现在来讲没什么功利性的，它只是让你觉得说，哎，我每天在看这个字，写这个汉字。得到了一种感动，生活上的感动。索，这个索是现代的写法，在唐朝会写成这样的索，大概只有颜真卿。你说别人为什么不写？别人都喜欢写那书法字那个索字啊，扁扁的那一个，很少会写这个索。所以如果你没看过颜真卿写过这个索，我敢保证你写这个索的时候都很难看。颜真卿还是有办法把它排得很漂亮。扯一下哈，顶出来的效果，那都是笔再扭转折一下，抬起来所产生后面的骨节啊，绝对不要去画。你一定要想办法说，我做所有的效果，都是在写字的笔势中。顺便完成的啊，顺势完成的，不是去画出来的。写字啊，没你想象中的用力，也没你想象中的不用力啊。想象中的用力就是手用力，其实并不是手用力哈，是笔毛的弹性在用力。啊，这笔毛的弹性所产生的力道，所以你必须对毛笔有所了解。你要了解毛笔，就是要跟他培养感情。什么叫培养感情？常常写他的。那跟毛笔培养感情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除了常写以外，哈，每一种笔都要试啊。哦，因为大部分的书友每次都提到说啊，你的笔好好写，你笔去哪边买的？我很想跟他讲说，其实你随便拿一支笔给我写，我也可以至少写到80%功力了。哦，说笔很重要，但它不是绝对的。那你会说我怎么挑笔？其实我看到那支笔写下去，我大概就知道，哎，这支笔大概适合写多大，适合写哪一种字体，可以表现到什么程度。哦，每支毛笔打开写下去，才知道它到底长什么样子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就是必须要每种毛笔都锻炼过，所以当你看到这支笔下笔，哎，大概写多大就 OK，一定可以写得到，那这支笔就可以拿出来用。